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嗯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嗯上在喽，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十点零五分，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Pub 最正点。我们今天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就是邀请到最正点的精神科医师许正点医师。各位好，<laughs>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早安。对啊，正点医师的名字跟我们的节目名称好符合哦。<呦>正点，所以我是来这边做自助性形象的。<laughs> <laughs> 但是啊、哦，就是身心科的医师其实都要保持自己很正向啊，嗯、就是每天要很正点，不然的话，每天接触这么多不同形态的朋友，嗯、对不对？病患，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他？这真的是有时候负能量太多，自己也没办法去消化就不行。了。嗯、好好。那我们今天请到正点医师来跟我们聊聊是什么呢？之前有一部韩剧哦，非常的行，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啊、哦，里面男女主角因为男的帅，女的美，嗯、而且人设就是人人。 人物的设定是非常的清晰，好、嗯哦，那又是金秀贤，然后女生又这么美，好、哦，徐瑞芝，嗯、哇，所以这部片就是在台湾，呃，收视率很好，在 Netflix 上面的点阅率也非常的高，哈、哦，好，那里面我们就学到一个叫做反社会人格，嗯、那反社会人格在呃，就是精神疾病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吗？ 是，一般来讲，就像苏伟说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那因为精神诊断里面，事实上把反社会人格。 因为我们突然讲叫人格嘛，就代表是你是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你的一个，比如说你平常做事的风格，或者对人对事的的态度，或者你可能处理情绪行为的方式，这个叫做所谓叫人格。但是反社会人格，顾名思义，就是说你的这个做事风格啊、态度啊、行事的这方式啊，可能都会跟我们现在所社会认知的比较。 格格不入，嗯，好，所以但是他没有精神疾病，为什么他又不会有忧郁症啊？他搞不好情绪很好啊，哦、他不会有躁郁症啊，也不会随便乱打人、乱攻击啊。但是你就会跟他在一起的话，甚至还会感受到他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因为他有反社会嘛，所以代表他是跟一般社会所认知的人格特质或者是做事风格是不一样。 那一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叫唯唯诺诺，我就叫配合半子，我就是要什么事情都要做乖宝宝，都要做这个听话的角色。但是反社会的话，他是怎样比较自我、比较自立，可能比较不容易为他人着想。那有什么话就会直讲，有什么事就会直接做这种情况。嗯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敢做我不敢做啊，敢做？我不敢做的东西，就觉得哇，好棒棒，我好希望变成那样情况，哎、欸。 <但>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对这个人格特质的话，是我想欣赏的，甚至有些误以为这个状态。所以，他就很多面向，他可能会被欣赏，也可能会被讨厌。对，被讨厌是在于说怎么样？我刚才说，人格特质表现在外面是一个光鲜内内。嗯，但是内在可能因为他成长的过程有一些怎么样？我们常讲常的教养的不一致，发展的不成熟，或者人际关系被不一样的一个对待，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扭曲。 的状态造成他长大之后的反社会人格自由，只有主要有三大特质。嗯、第一个特质就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哎、他點不替别人着想。对，就比较自立，就缺乏同理心，嗯、就是会有这种态。第二个特质，他的人际关系是比较不稳定。你会觉得说，哎呦，他有很多好朋友，但是都没办法深交。 哦，他看起来男女朋友都很多，但是亲密关系可能都一塌糊涂，嗯、哼哼啊，都会常找就,就破坏式的一个状态。嗯、哼哼那第三个特质就是怎么样，他会容易操弄这些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我今天自立嘛，我今天要为我的目的，所以他可能会善于伪装跟欺骗，然后操弄人际关系。哎、欸，某某某，哎、欸，我跟你讲，其实谁谁怎么样。嗯、那另外又跟某某说，其实啊、喔，我跟你才最好，我们不要去理他。所以社会当中就是有这些反社会在里面的话，所以会造成很多的社会困扰跟社会不安的状态。也就是在于说，反社会人格特质里面，他看起来行事、嗯。 或者看起来的在对人态度，看起来的他的一个相接应的一个状态，好像工作能力、学习能力都没影响，但是你就觉得跟他好像无法争执、嗯嗯嗯嗯、甚至有时候是人前走前走，背后就被下毒走这样的感觉。那他们这一种所谓的人格反社会人格的障碍，嗯，这是一种天生，还是后天环境，还是大脑的呃一些一些呃结构？ 的问题，哎，诸位想得好，事实上都有影响到，好，oh. 一定是我们去看反社会人格，他的父母亲，他都会觉得说，哎呦，父母亲都很好，没有你追触他，他父母亲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特质表现。 比如说，他可能父母亲从小就是离异了啦，或者是家庭不幸福、不温暖呐、啊。那虽然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可能又有很多纠纷，怎么样？让这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感受到父母亲的教养不一定不一致，然后情绪的表达不稳定，或者行为的处理状态也不。 相对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状态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一路成长样下，他努力在调整自己，要迎合社会的期待，所以他可能是乖宝宝，他可能看起来是这人见人爱，但是你很难踏取到他内心深处。 因为内心深处有一块是不能被人家触碰，或者不能在被人家揭露的一些可耻的秘密在里面。嗯，这反映出来女主角就是有这样的困难。因为如果说从这一部韩剧当中里面的女主角高文英，她从小就是生活在妈妈的阴影之下嘛。<是>那妈妈就是会呃希望她变成妈妈期待的那个样子，样子例如说留长头发啦，然后不能够去爱别人啊<是>等等之类。所以她。 表现出来的，例如说他会把蝴蝶撕成两半，这感觉好像他有暴力倾向、欸。哎，是这个就是朱伟刚才提到的一个重点，嗯、就反社会人格里面人们从小就看出他的迹象。 哦，除了做遗产啊、家教以外，他是不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确，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症表现出来，有些时候他到了恼羞成怒或者自己不能操控了之后，他自己就会出现反社会行为。然后在小时候的反社会行为，我们讲的叫做有一些品性的障碍，也就是说，哦，他看起来是本领很好，比如说学霸，但是脾气很差，人际关系很差，不遵守学校校规。 或者是他就会觉得怎么样？我就第一名，我这个权利跟福利你就做不到，用纸来嘲笑别人，来嘲讽别人。但大家被他气得痒痒，又奈何不了他。为什么？哎、啊，人家就是长得好看啊，人家成绩就好了，人家就是可以找到一群死忠的啊粉丝啊拥护者这个情况，所以他就会沉溺在这种被拥护。 被呵护或者被变相的保护的状态之后，一直没办法去改变他这个对外的正确的人际关系的判断，所以他就会一直这样扭曲下去，终究从品性障碍。刚才朱伟说的，有这些残忍的行为，对小动物。 哦，对，其他的一些周遭朋友，到长大之后，可能就会直接去呛老师，直接就对老师对干，或者做一些我们讲的，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举动，违反校规啊，甚至会有一些嗑药啦，或怎么去寻求一些刺激快感。嗯，好，所以呃，反社会人格，哦，刚刚提到说。 他从小是可以从品性上面看来的，<對>那这个品品格,品格就是他不是属于一般人所认同的这一种行为模式嘛？是，因为他比较缺乏道德感，哦、然后第二个也比较缺乏羞耻心，哦、因为他觉得我一切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合理化，我只要找到一个说服别人的理由之后，怎么样，我这次就过关了，下一次继续再来。 所以长大，我们看到有很多反社会人格，他这种比较属于会欺骗的，欺上瞒下、背信的。 常常讲一些哦，就让人家觉得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可是你又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他每次讲的很道理，在世上做起来怎么对我都不利？因为他都比较自利啊。哦，<對>那这个跟自我感觉良好还是有差别吗？那他、啊、比自我感觉良好的加强版或进化版这个情况，二点零版或三点零版。哦、版<对> OK，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新生医学科的这个主治医师许正典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哦，反社会人格。我们从韩剧虽然是。 精神病，但没关系。这一部韩剧当中，来聊一聊，从这一部片当中可以了解到哪一些的一些呃精神疾病，好像除了反社会人格之外，其实里面有好几个这个角色，哦、呃，可以看出来<是>就什么思觉失调啦，哈，什么人格分、嗯、分离，是不是？啊<對>、嗯，我们等一下也请正点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马上回来哦。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苏伟的 PUB 最正点。 好，十点十八分，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台湾医院的精神科医师许正典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哦反社会人格。我们有听众朋友在 App 上面，呃，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目前很多国际领袖都有可能有反社会人格，像川普啊、金小胖等等，好像有一点点是、這個、是啊，所以但是你就觉得他也不是主流派哈、哦？对，为什么反社会人格反而有社会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人的内在一定有一些反社会的性格冲动的一个潜藏在里面的基因，对，是这样子啊。因为常讲，因为你如果把反社会当成叛逆的话，第一开始的反社会一定是先从什么？从青春期开始。嗯，因为青春期你一定要独立自，不能说妈妈说怎么就啊，我们家规定怎么就你都听我的，哪有？ 我一定要从做自我，我不能再做妈宝了。这样子，嗯、所以这是反社会的第一开始，就是、这种反家庭的一个社会规范。嗯、但是呢，第二个就要反什么？反学校的这个，比如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考试？为什么每次都要考一百分？然后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些活动？我不能做我自己喜欢的啊，学我自己所学不行，因为我们学校老师就有这个责任，让所有的知识都关注到你，等你到大学之后，你再自我选择。 嗯，不能跳级，就第二个叫反。嗯、那第三个就是反的反公司。为什么我在公司体制就要这样子？我不能只是又当主持人又当什么，或者我不能只搞笑或者怎么样？然后说你可以，那你自己当公司啊，自己做老板就好自己做老板。对，很多反社会的到最后，如果在这个原本的自己创业，对对，自己做创业的。所以他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當然所以他的类型有很多种。是，但是重点是我们讲到真正的反社会，嗯、就是不希望他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比如说，社会本来就约定俗成有法律规划我刚才说，这些人只是道德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严格操作。 但是呢，他的法律操作一定要去相对被坚持，嗯、所以你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之事，这是最低的标准。如果连这最低标准你都没办法做到的话，那很显然呢，你是从反社会人格变成反社会行为。嗯，对，是，所以人格跟行为中间还是有一段差距。当然，差距就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去做，对，判断自己的认知、决策、哦、自己做事情后果的负责。嗯，好，所以反社会人格的特质包括了，如果是在剧中高文英就是生。 是很多的规范，例如说在禁烟的医院就一直抽着烟，例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叫说：“哎，沙拉黑啊，我爱你，或是你要不要跟我上床啊？”对不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哈，天哪，怎么一个这么漂亮的人，怎么会讲的这种话？或者是说，想要东西他就一定要得到，想要东西他就想尽办法。这个叫做什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自立嘛，所以比较没办法去利他嘛，所以他会怎么样？需求不能被延迟满足。嗯，我要，我要，我现在就要。 所以那个冲动就很难去被怎么有效的调节或改变。嗯，而且他们是不是喜欢追求刺激感呢、啊？因为对他们而言，社会东西就是一成不变，太包容了。嗯，所以当然要有一些新的刺激，要怎么样才会让他觉得哦，有聚集在这社会的动力。所以最有名的反社会人格，我们刚才讲，你看很多西方的电影，词组就是叫做“沉默的羔羊”。哎呦，嗯，有没有看到？沉默,的高羊沉默的羔羊，但是。 他的反社为人格的始祖叫做汉尼拔，他是精神科医师，也是我们《j u d y Foster》要请教的对象。Oh. 哎，对，就是精神科医师肯了解这些人性之后，但是没有办法治疗自己的人性。 哦，所以他才会出现从他被关起来。但是因为他了解这些人格特质，所以 j u d y Foster 扮演的警探要去请教他如何解决连续杀人犯到底有什么心理动机，要从哪边切入。哦，<對 S 2> 所以他等于就是有反社会人格的特质，跟你有反社会的行为。对，嗯，你会不会表现出来？这中间就有很大的认知跟不一样。就是牵扯到你的认知判断。就例如说，有些朋友会说：“哎，那反社会人格有一些。” 就是杀人放火，他是不是就反社会人格？那没有，他可能有反社会人格的特质，但是他不见得一定要去做反社会行为。但是做到杀人犯头就是反社会行为了啊。就例如说，如果讲到案例的话，郑杰这郑杰是算反社会人格吗、嗯？对，他是反社会人格里面去表现出来反社会行为。 对，但是他绝对不是说他真的有没有精神疾病，那可能还要看长期追踪。只是说他因为太快被嗯嗯，嗯对，嗯、就这样，嗯、没有办法去真正去剖析他的一个整个这个人格特质，到最后演变成行为的这个到底连结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呃，我们常讲说不要贴标签，不要贴标签。但是呃，我们在呃经过像正念医师给我们做的喂教啦，或是理解之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太多，理解太多就会。 就会有点怕怕的，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标签，就像我一直以来观念，就是贴正确的标签。哦、那我也不会言说，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哎、欸，也有带有一些反社会的倾向，为什么？人家说精神科医师就要看起来精神很正常、很稳定。<laughs> 那有一定，我只要表现正点，这样就可以。为什么这样正常？啊，这个人家说正常跟不正常没有啊，哪有么正常不正常？你要看你的环境跟亲戚。在这个叫没关系，精神病人里面，只有发现，但是不要有偏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对，这个在剧中其实他最后是要呃，希望大家能够。 找到自己啦，是没错，做自己，发现自己的特质嘛，哦、然后包容或者调整改善一下对人家不利的特质。那像、嗯、呃，有人去找这个正理医师做这个治疗的话，呃，反社会人格特质的比例高吗？呃、欸，其实啊、哦，反社会人格不会因为他人格就来做治疗，通常都会是出现反社会行为才会来做治疗。嗯，也就是说，到了应该是说家里面不容，比如说。 都没办法配合家里规范，比如说不上学啦，哦，打电动打到那那昏天暗日啊，或者是说情绪起伏大，会破坏啊这些东西才会，或者出现一些自残的状态、嗯、啊。所以，我们等到他出现行为来做治疗的时候，要先去了解他背后的这些情绪啊、行为的这些心理因素的调整跟改变。 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讲，就是说，其实我在你年轻时候都有这个情况，但是我怎么样去做一些自己调整，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些分享，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给说我们看到其他人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一段不稳定的状态，从利己转变成利他，从自爱转变成爱人，我相信你只有这个能力，只是你没有被发现跟发觉。 跟培养，出，那有没有可能他内心或者他天生他就不并不觉得说为什么要利他，我只要利我就好啦。对，如果是这个情况哈，那我不能说恭喜，那就是真的发现自己可能有比较强的自闭倾向或者雅致不格症的倾向。哦 所以有些时候，你反社会人格，它只一个人格叫冰山那一角，那下面到底是怎么去形成这反社会人格的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但是他是可以做一些引导，或是用一些治疗的方法，让他过得比较比较，应该是说。 比较不会这么多的分纷对这么多反社会的行为，或者他的一个反社会的特质里面，是可以在对社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我们讲的创新或贡献的一个方向。對哦，但是他也要有察觉吧？因为这一种人，他会不会无法察觉自己就是有有类似的特质？有可能，因为他有可能我，我跟朱为刚才说的，他比较利己嘛，所以他会现在自我感觉太良好的一个状态。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 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要先先肯定他。哎、欸，你这做的不错。但是呢，如果就我的看法来讲，是不是有哪些可能还要再更注意的？你要表现出他比他怎么样，比较比他行啊，比他更懂啊，比他更了解的，让他可以打从心里面去佩服你的时候，他就愿意接受你的引导，嗯、愿意接受你的一些调整改变。嗯嗯嗯。所以你用一般的方式去用一般的方式去跟呃有反社会人格特质的人去做互动，其实。 就是有一些方法，当然是这样子啊。哦、因为如果你用社会可以进行的方式的时候，这反社会人格说，我看这医生有够无聊，号称怎么正点医师，根本一点都不正点，跟他讲话多无趣啊。嗯、所以我有些时候，包括一些手势，包括一些观念想法，都会让人家觉得说，这医生怎样怪怪，人家觉得他正点，他到底正正点在哪里？ 我会让他对我有好奇，想要探究，哦、这样才是拉近彼此距离之间的一个方式之一。哦，了解，所以就是不同的案例，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當然是樣去协助他，因人而异。OK，好，所以反社会人格啊，如果说呃，一般的民众对反社会人格会有一些迷失啊，<是>其实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这种。 所谓的呃障碍也好，其实常常会有一些主观或是迷失在里面。<是>那呃，这里是希望呃一般的民众怎么样去看待所谓的反社会人格呢？其实我觉得，把反社会人格与其标定他是反社会的，不如他是想要做出一根先社会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像朱伟刚才讲的，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要做的一个方向，比较没办法在目前做到的时候，他现在就想要做到。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种对目前的一个限制感可能不是那么好，自我感觉良好，但是限制感是不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如何把它拉进到限制状态？比如说今天他就跟我讲，徐师，我不想跟我爸妈住在一起。诶、欸，可以啊，但是你现在才十三岁而已，你请问你怎么样自己过生活？马上拉回他限制感，让他自己知道说，对你有这个期待，你有这个方向，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逐梦最美？ 那要有梦，要怎么样把它变成逐梦，要踏死这个情况，所以他们通常限制感比较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就希望他的要提对限制感要好。第二个要提醒他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行为，虽然这叫做障碍，可是呢，我不会把它当作障碍，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可能要如何排除这些障碍。哦，比如说我今天哦想要跟他好啊，但是呢我又觉得他不好，我怕他要背叛。 那是怎么样让自己这个信任感、安全感可以出来？就排除这些障碍，因为你一定是成长过程当中有这些被抛弃的、啊、被不信任啊、被扭曲、被怎么样的情况，才会变得你以为以后遇到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智上没有，那是过去的你。 那也不是你的错，嗯、你只是很倒霉，是刚好遇到而已。那未来要怎么走，我来协助你找出真正的你出来。嗯，对，OK，好。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有小孩的爸爸妈妈啦，就会当然就会希望说孩子一路上会比较平顺嘛。那如果他有做一些就是呃。 比较不符合主流的想法或是行为的时候，嗯、那爸妈要怎么样看待？我怎么样去判定说他是不是反社会人格呢？那爸妈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苏伟的《Pub 最正点》。 好，十点三十三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医院呃，新生医学科的许正典主治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反社会人格。哈，好，那呃，透过专业医师的角度分析，呃，这个反社会人格，他嗯可以观察到，但是他也可能是，在正面方面有可能是变成创新，对，变成呃是一种诶、欸、魔力，哦、是魅力，魅力。魅力 但是如果更往负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呃衍生各种不同的行为，甚至是社會問題會对，社会有社会问题，或是呃自己的这个身处在人际关系当中无法去呃治理，然后就变成让人家很讨厌的人、嗯，被孤立。对啊，哈，好，那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好，障碍有这种盛行率吗？可以算嗎障碍的话，一般统计，但因为是做西方国家的统计，它是做大概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啊。 但是华人社会可能是说，我们比较遵守这个四四书五经三从四德这样子一个一贯的文化这样教养之下，大概这比例会比西方大概降低一个百分之五十，所以大概我们讲的大概是百分之可能是零点五到百分之一左右。嗯，<對 S 1> 所以反社会人格特质，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正面的。 呃，特质也有一些是比较负面的，例如说，他可能更冷静，他可能不容易害怕，是；他可能大胆创新，是；但他也有可能很冷漠，是。所以就是一体两面呐、啊。对，就是啊，因为我们在看一个人的话，就看他怎么把好的发挥出来。 把不好的，我不要说都不发挥，就是隐藏出来或修饰的比较好嘛。嗯，这是我们人性嘛，本来人性就阳光跟暗影的一面呢、啊。那你一定都要去处理暗影吗？没有啊，你可以让阳光的多一点。 暗影就少一点呐、啊，或者他觉得说他跟他的暗影相处的时候，是有一个比较安全、信任的人跟环境可以陪伴之后，那他的暗影就不会变黑洞啊，一直在吞食着自己或吞食其他人进去啊。嗯，所以这是一直我强调的观念，就是正向的越多，负向的就会越少。哦，那像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跟大家来聊到黄旗这个人，对<是>，因为黄旗他很神奇，他就是一再骗，一再骗，就一再有人受骗。 而且被受骗的都是属于高知识分子，<是>你就会觉得太神奇，他一定有魅力啊，不然怎么会被受騙？没有，因为高知识分子里面隐藏着是内在心理的低知识的表现，好吧？是哦，哎呀，是啊，因为我们讲的，他就一直发展他的一个 I Q 嘛，但他的 E Q、哦、他的 A Q、他的 S Q 的话，可能相对而言发展就不会那么成熟。比如说，他觉得他今天是功成名就，可是却很孤单呐、啊。 那今天觉得都看起来这样样都好，哦、但是就觉得内在一定有哪里不好，有缺陷感。那没有，I Q、E Q、S Q 都很高的同等高的，这个应该很困难。<少>大脑的发展从来就不是这么一致哦。对啊，一定是有高有低，所以才会每个人的人特质不一样，人格表现就像风格不一样嘛。这是人的多样性跟表现的多元性。嗯、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周遭的同事。 哈，哦、他可能有反社会人格，那此时我们如何跟他相处？哎，先要第一个看看他的反社会人格是不是真的有出现反社会行为哦 <okay S 2> 哦，k 比如说同事都不遵守公司的规范，人家就要打卡，他这个。 就是不想要受到这个规范的時候那种啊，那就没办法、啊。呃，不，什么又没办法？<就>你若不遵守，那就请你回家了。对，一个是这样子，啊，<對>所以你必须要不能叫愿赌服输，应该在同一个一个规约定俗成的规范之下，你可以有你自己个别的一个创新表现。但是这个是在一个规范之下，<對>你还是必须要遵守是。所以这个叫做你可以从心所欲，但是不逾矩。 所以这个局一定不能遇，但是在这局之下，你就要重新走遇。如果你想要遇这个局，你就要到另外一个局，或者找到自己的局，别人也可以这样跟你 match 掉在一起就 OK。嗯嗯嗯，像。 我们在这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里面高文英有所谓的反社会人格，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而且成功的绘图，呃，怎么绘本作家啦。嗯、所以他会讲故事，然后他也很有想法，很有他的创意。嗯、虽然他的呃绘本故事跟一般人所期待那种什么美好啦、美化啦不一样，他可能暗黑，哎、欸，可是走出自己的风格。所以有没有那种反社会人格特质的人特别适合做的工作？有，就是医生，医生。 医生基本上要反这个社会不太那么容易了，除非今天医生觉得说现有的医疗技术、现有的医疗体制真的太 boring 了，哦，常常讲说像这个好意思讲嘛，像这次普筛的事件就是这样，大部分都顺直中。 有些人就是说，怎么可能？一定有社区隐形感染，怎么样？对啊，那是我的学长我觉得他也没错啊，<laughs> 是没错、啊。所以你才说，人家只是多做一点，或者有没有符合到社会的期待？期待的确也是，因为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嘛。对。好，所以在不同声音里面，但大部分是会以主流声音、主流意见为主，但是少部分人的东西就是他的独立特遣车。你就会看到，虽然他选择比较孤独的路。 可是搞不好他是正确的，那怎么做？嗯、对，所以我是觉得都可以并行不悖，叫兼容并蓄，这些比较好、哦。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多元嘛，<是>兼容并蓄。但是反社会人格如果到行为有出现异常的话，这,个这恐怕要小心啊。这个当然一定要处理。拜托，哎、嗯欸，他如果今天为了叫普查之后，结果他随便乱抽血，哦啊、或者随便乱检验。 然后检验资金又随便乱用的时候，那当然不会。所以你即使要做一些反社会的一些你觉得是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也要符合创新有的一些规矩跟东西。嗯。哦，安全性要顾虑，信任度要顾虑，然后整个这样这个流程的标准性要顾虑。嗯。所以我们常常讲，那时候说最最最有名的反社会的一个状态，应该叫叫做恩隆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的创建者，他就是说，哎、现在车子那么烂，又不环保，对不对？我还坐电动车好，人家就说你怕贷啊，你也可以看金乘客。结果你看，人家做了十年之后，股票现在是全世界最高的，为什么翻了几百倍？他在创新破坏式创新之意，反社会之意，他还兼顾到社会大多数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安全信任，这是最重要。嗯，没有安全信任，你的反社会人格只是变成反社会行为。嗯嗯嗯，好，所以反社会人格，我们今天会更理解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哈。但是呃，就是说呃，他他可以往正向的方面去走，会变得更成功、更有魅力。<是>但他有可能就是呃。 就是变成一个孤单老人，都有可能、啊。到最后就是我们讲的不容见于这个社会，嗯、因为越走越偏嘛。嗯、对，我是怕他这虽然走孤独的路，但是最后能够怎么我们讲的找到一个安全自在，或最后真的变成另外一个社会主流，嗯、这才是他希望的。嗯、不要最后走向<是>就这样，最讲的就找孤独。 越偏下流，最后不入流，到最后整个被淹没了这个状况、嗯。那像如果说我们从一些社会案件啊、呃，社会案件就是引发大众的关注嘛。如果说以这个多年以前什么什么富少李宗瑞有没有？嗯，他就是乱拍影片，然后又性侵啊什么的。嗯，然后或者是什么有一个台大硕士生，他不满女友提分手，然后就当街砍死女朋友。哎呦，其实这种案例呃。 或症杰啊，或者是之前我们讲黄芪，它其实每一个案例的样貌都不太一样、欸，哎，是啊，对啊,啊，因为总而言之，它就是出现叫做反社会行为了也就是它主真正叫犯罪。 嗯，guilty or criminal 情况，但是反社会障碍的话，或许他在还没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时候，他也想要试图建立关系啊。嗯，比如说黄姐，搞不好他也不想用骗的啊。如果他当然又什么，我们找他去颠覆，找他去渗透，去做骇客，这样不是对国家比较有利？卖写才卖骗出来嘛，可以骗我号的人嘛？啊，那马还在啊，当他做什么？他可以变诈骗首脑。对啊，但是骗一些本来就是被骗的人，比如说。 诈骗手脑里面，再更高关的去把那些诈骗全部都网罗起来，以后都不要有人骗了。这个情况，或者像像苏伟刚才讲的，如果像台大那个，他搞不好也想跟人家好好建立关系，只是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可能遇到一些困扰，他自己不想处理怎么样，这人格的障碍或缺陷之后，最后恼羞成怒才会这样下去。所以，只要在那过程当中，让他发现說自己可以培养出善良的理念、爱人的一面、信任的一面、安全感的一面之后 哎、欸，他就不会出现反社会行为。那像这一种的话哦，如果他有觉察，他自己有觉察，嗯、他也不想说哦，我我搞得这么这么累啊<是>、嗯，因为他总是不是在主流里面，他他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微博的,的，嗯、然后他不是那种符合大众的期待的一些反应，那他觉得。 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慢慢的让我稍微往中间靠拢一点？应该是说你凸显你自己之后，但是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说服别人、可以去认同你的方式。嗯啊、哦，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的一个反社会的一个情愫。 或人格特质表现出来之后，他就想要标新立异，或想要自私自利，想要怎么样，我都觉得是怎么样。如果站在一个人想要在社会求生存的立场，那无可厚非，嗯，那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式。 但是他必须要选择的这之后，他要慢慢的能够怎么样？慢慢的从一变二变三，找到一些人可以认同，找到一个团体可以这样子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把这力量做一些我刚才讲的海纳百川的一个动作，不要自己一条流、嗯、流到最后，我跟你讲，流到石缝里面流不见了你应该流到最后，很多人加入你这，哇，汇聚成那最后变成汪洋大海，结果你就成功了，是在这边。嗯嗯、所以我们希望是把引导成这。 你的想法很好，你的想法要怎么做才会让大家觉得你很好，然后一起帮你做得更好？有没有在这个正念医师的案例当中，是很难去引导他的？哦，那个是观念真的是很硬呐、啊，那观念很硬，我都会相信完职都能够点头啦。 欸、就像我讲的，都是我们讲的，把歪点、把不正点，尽量变成比较正点。那你要找出它那个点到底有没有点在错误的位置上面。嗯，啊，比如说今天老子希望是他。 成绩要好，可是问题他就对这个没兴趣啊，他另外拥有另外的天赋啊，或另外的才能是在哪边、啊、嗯，那今天就是像苏伟刚才说的，就想要去捉弄人怎么样？那会不会是说他本身就有一些表演的特质，想要吸引别人的特质呢？叫戏剧化的人格特质？那这是,是把他表演成说，哎、欸，那是不是之间有一些这些作业啊，要话剧表演啊，要有一些公开的这样活动的话，就由你来规划，嗯、这样不就好？你就不会成为我们讲的。 就是像比较是，比如说比较做 A 咖 B 咖，可能到了 D 一咖这个情况，到最后比如四咖这个情况，这大家都讨厌的咖，你为什么不能变成大家都喜欢咖，变成叫做 Pop，我们叫 Popular 这个情况，这才最重要。嗯，对、嗯。那反社会人格其中有一个特质，会不会是他报复心也特别强？报复心特别强是源自于他的受挫感特别重。 因为他觉得今天只要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刚才说的，因为他需求没有被立刻满足，那一般我们就会觉得说，算了，我再慢慢争取好了，或者我再慢慢的去累积好了。那现在不是，他马上就要反应。 正因为他受挫感太重了，嗯，哦，所以我们希望呢，把他的这受挫的能力能够提升，来肯定自我，说我是有可以让受挫感慢慢的经过我这样的努力，经过我这样的一个把自己慢慢调整之后，我把挫折感最后累积到变成一个叫做成就感，嗯、把耻辱感变成叫做一个荣誉感跟光荣感，这样就成功了。嗯哼，嗯哼，好，那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价值观会不会本来就跟一般人所谓主流价值观？ 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呃跟他讨论一个在你价值观跟他价值观当中很不平衡的一个观点。其实价值观来讲的话，在反社会人格障碍里面，他还是希望有社会的认同。 哦，哎、oh.，他不可能就一辈子反，一辈子反之后他干嘛反？连自己都反了嘛？最后不认同自己，不可能。所以他在认同自己之余，自己也希望别人认同。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感受到这安全跟信任，因为他很难接受那被背叛，嗯、或者被不信任的一个状态、嗯。嗯，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反社会人格，从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这个韩剧当中，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许正典医师，马上回来哟。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ub 最正点》。好，十点五十一分，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医院呃新生医学科的取正典主治医师哦，我跟我们聊聊这个反社会人格。呃，事实上，每次讲到这个。 每个个案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了哈，他、嗯、有可能是天生的气质，也有可能是后天环境造就<酒>，那有可能是天生的气质，再加上后天环境，<上>然后就加成一加一大于二、嗯，就变成一个很很显目的一种个案的显现哈、嗯。好，那呃，我们今天认识的反社会人格，但是反社会人格就像刚才正脸是说，他如果在正面的话，他可以是。 非常的有冲劲、有创新、成功、成功、<成功 S 1> 对、魅力是所以呃，如果你发现说自己有一些些这样子的特质的话，<是 S 1> 往好的方向走，可能会发展的很好。<是 S 1> 但是他又不能够流于太太呃，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嗯，应该怎么说？像很多人呃，他会对于。 大部分的事情他是觉得 OK，我就接受。可是有一些他会觉得我就是不接受，然后很愤怒，有没有？嗯、像这种常常觉得处于一种愤怒或是一种这种呃不能容于。 呃，时代主流的现象当中，他也很辛苦啊。是啊，我所以我常讲常，人就是自己的小宇宙嘛。那人自己有内在的一个内心社会，你不用反社会，反到最后反自己内心社会、哦，就是变成反自己了。对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到底是反反社会，那当然就变成正社会啊。如果可以这样，当然就 OK，但很难，因为你都会觉得说去挑战既有的。 那会不会挑战到自己？因为当你成为主流之后，那你能不能容下别人也对你挑战？嗯，好、哦，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看，就是说，在这个反社会跟社会之间呢，可能随着你的年纪，随着你的环境，随着心境，你应该做不同程度的调整。那当然你要考虑到你周遭人的感受。 所以，我常常说，最好方式是怎么样？你如何从你在一路反社会的刚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有爱人的力量？除了自爱，也要爱人；，除了利己以外，也要能够利他嘛。所以，自爱、爱人、利己、利他，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你在反社会跟。 接受社会知识，这中间不断成拿捏、平等，但是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跟一条的个风格展现。嗯哼嗯哼，好，所以呃，人格特质的确是嗯，会影响到你面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啊，<是>或者是你在工作上、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到底能不能游刃有余。是啊、哦，但是其实就就这点意思来看，好像也不一定所有事情都一定要很很顺，或是很很游刃有余。 应该是这样说了，本来就我常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嘛，哪得梅花扑鼻香嘛。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些风风雨雨的考验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是不是真能挺过来，或者真正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也能够得到自己的肯定嘛。嗯，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啊，说真的。 有时候让自己有一些反的情况是 O K 的，这叫自我挑战嘛。对。但是挑战的过程，就像我常常讲，从心所欲，你可以在自己这发挥。但是这个举到底是什么？可大可小。但是你不不要大到最后是把别人的举全部都淹没了。 是这个情况，就是你那个黑洞是可以，但不能推动到最后，结果整个都在洞里面，大家一起受苦，嗯、那就没有意义了。<對>那你因为你这样等于反到最后的结果，弄到不开心、不快乐，嗯、整个这样我们叫做“森林涂炭、民不聊生”，这样子怎么办？ 嗯，这样是不是又再期待一个又一个反社会、反这个社会的人再出现，带领我们？所以我常常说，以前的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就是找期待，怎么叫做这个有着反社会人出来，哎，带领我们推翻既有的体制，变成一代明君。可是，一代明君之后，最后安逸状态，不君就变一代暴君，就是从重复着子的轮回。嗯、所以，所以可能有正有反啊。嗯嗯、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了正脸医师的分享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反社会人格。 的特质还有行为哈、嗯，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呢？或者我们自己发现哦，原来听了这一集发现我们有反社会人格，再怎么反哈，绝对不要翻了就对了哈。哦、你可以反来反去，哦、但是翻来翻去的时候，嗯、你要考验自己跟别人的承受能力。是好的，非常谢谢正点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哦，谢谢。<laughs> OK，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锁定小玉球迷。